谢谢，快坐吧，来，请坐，快坐，坐下聊，快来，哎，坐下好上菜，老站着没法上啊，哎，看来这是饿了啊，左转红尘，右转佛门。逢人不说人间事，便是人间无事人。没有了，先来一个先吃的啊。这个说书一上来说一定场诗，现在其实就是个形式了。过去在茶馆里边很需要。观众那儿聊天啊，嚷嚷，只要醒目一响，马上就安静，就跟法器似的，就是大伙儿都认可这个，挺好。那会儿小时候说书，老先生就教给我们，哎，他底下乱不要紧的，你别跟他喊，你指望着拿声音把他们压下去，你就上当了。他底下人多呀，你喊不过他们。你就摔完了木头光张嘴就行。大伙儿都有好奇之心呢，别说话，其实你也没说什么，最后有俩字儿，就挺好。这就是每个行业有每个行业的门道啊。这回录这三国呀，我也是没想到怎么会答应录这么一个呢？你这录个什么《三侠五义》啊？哈，录个什么《大王庄闹狐狸》，这都简单之极。录一这玩意儿，他齁累，比什么都累。有一天跟平台的负责人一块儿吃饭，啊，还上我那儿吃饭去。酒席宴前越说越开心，跟您合作。做这个做那个，什么叫综艺节目，哪叫真人秀，您后边什么戏我们也投资啊，聊得很开心，我就说到评书这儿了。其实我对评书我还是有情怀的，但是我很少提，因为情怀是藏在心里的，拿出来就是诈骗啊。你记住我的话没错，谁要一跟你说哈，我要在我们村门口种30000棵树，然后一边说一边流眼泪啊，你就直接问他用多少钱就行啊，可不吗？情怀是自己的事情啊。我爱评书，我爱唱大鼓，我爱唱戏，我如何如何，但我拿这个是跟别人说撺掇你，你把房卖了支持我的情怀，那不就害人吗？所以这个东西只要拿出来就是有问题的。但是对这个玩意儿我是真是有情怀，我打小我7岁先学了评书，9岁学相声，到了80年代末又唱这几年戏啊。我老说我是废，我就会这三样，这都是实话。所以说人家跟我一说，哎，录评书我还挺高兴啊。当然人家给的也不少啊，其实他们也糊涂，他给少点我也干啊。又坏了，说出来了。但是好在呢，他这一气签了4部书啊，4部书。那个优酷这跟我聊啊，说很希望您头一套书就先说三国。嗯，他说完这之后，我开始我真没想到，一般来说不会说这个啊。你他我说个什么神话故事啊，闹妖精闹鬼啊，侠义的还有情可原。哎，当时我说呵，我没想到，我说你们有文化啊，能想到这个说三国啊，我说挺好，我说应该把三国再整理一下，每位说书的先生说三国都不一样，出发点不一样，解剖的手法不一样，这是这个书纯粹是卖艺人。有的书有的故事吧，其实搁在谁身上都一样，但唯独三国是不一样，他骗不了人。嗯，他必须是念过书的人，单纯往下捋着故事跑就没劲了。哎，我还挺高兴，我就答应他们，所以就开始录三国。这一开始录我才知道我上他们当了，他们有个游戏是三国。我说你们这个有想法啊，那俩能绑在一块儿，
当然后来人家让我给这三国游戏代言，我想想也行啊，俩好合一好呗，是吧？哎，尤其是德云社游戏部的部长侯震老师，他这游戏叫《三国志战略版》，有人玩过吗？有。呵，罢了，你们好好玩啊！玩这个你们就是支持我啊！好。哎，反正侯震现在天天就这出了，啊，《三国志战略版》，我想象中玩游戏还是我们小时候那个。拿个这么一玩插着电视上啊，那滴嘟滴嘟滴嘟就那个玩意儿，咱也不懂那各式各样的什么打个坦克啊，什么打个小人啊，我以为就是那个玩意儿了，咱哪知道现在这是高科技啊，高科技挺好玩呗啊，玩这个也是支持我啊，那个我努努力啊，有时候看着看老侯玩我还觉得挺有意思，挺有意思，他说好多游戏人家拍电影了嘛，也做了戏什么。有大批的拥趸都喜欢啊，游戏够呛，拍戏我可能还凑合啊。嗯，我一说这，可能有人说：“哟，他又要拍戏了啊！”别害怕，这个玩意儿一定会有一个戏成功的。哎，就是咱就一个戏一个戏的来，所以这是市场所决定的，也没谁对，也没谁不对，无所谓的事儿啊，挺好，能坐在这儿踏踏实实跟各位说书聊会儿天儿。啊，讲讲三国，我觉得就已经很开心了啊！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。哎呀，是不是要不说这个一就可难受了？考考你们啊，上文书咱们说到哪儿了？太棒了，果然是我的好观众。好多说相声的就是那个，我这段相声说完之后需要观众们把它记住。我心说你是真傻，他记住你吃谁去啊？不用记住啊，记不住下回再听一遍啊，这样我们老有饭吃啊。其实你们是喜欢搭这个下茬啊，开心。这就对了，这不就是个互动吗？啊，说书、唱戏、说相声，这都是以人为本呢。你们要记不住呢，我得记住，我要记不住咱们就得干点别的去了。陈宫在中牟县放了曹操，俩人又打这儿出来往外跑，一直奔西南。这一趟出来这活不好干，你是俩人骑着马兜里带着钱了，那不是旅游啊，这俩人的身份，这个是国家要犯，对吧？这个呢把这要犯放走了也是要犯，这俩人就剩要犯了。你想这道理去呗，你堂堂中牟县的县令，你这叫明知故问卖放，这是犯了国法了呀。现在这两位啊，骑着马背着宝剑，这倒行了啊，也没有单位的束缚了，也躲开了打卡了啊，什么都不用想了，逃活命吧。这路上挺累，你不是说光明正大的在大路上走到点吃饭完事住店，不是，俩人是逃跑。嗯，走着走着这大概有这么两三天了，真累。按时间说这天已经太阳平息，傍晚都多一点，现在说六七点钟晚上啊，这勒住了马，曹孟德定睛观瞧，看远处这村庄，仰天长啸，哇，还挺高兴。陈宫就没明白呀，孟德因何发笑？公太兄，此处名叫八里屯，这儿啊有我们家的一家熟人，我父亲的结义兄弟，就是我爸爸有一个拜把子的哥们儿住在这儿了，咱们可以前去投奔。呵，陈宫也挺高兴啊，怎么呢，天天的不是事儿，要到这儿啊，洗个热水澡，吃足蹦点，睡个好觉，这也是挺好的。好好好，哦，就在此处吗？对，
就在这个村子里边住。哎，这一老丈他姓吕，叫吕伯奢，双口吕，伯父的伯，奢侈的奢，啊，吕伯奢。你要按这字儿说，在他们家，他行大了。那名字里带一伯嘛，伯仲叔季，就是一二三四的意思。所以您看这名儿带一伯，哎，就行大。张伯伯，哦，那太大了，有点。嗯，天儿也越来越黑了，俩人又稍微的在村子外边等了一会儿。你怕这会儿进村老百姓瞧见，觉得差不多了，村里没人了，因为那个店那会儿也没有什么电灯啊，没有游戏啊，天儿一黑都睡觉了啊。俩人这才放马进庄。曹操来过，他认识，按照那个记忆找，找来找去到这儿了，说就是这家儿。俩人下了马，过来敲门。功夫不大，听到里边脚步声音，紧跟着门开了。开个门之后，这个门没开多大，有人在里边稍微探了下头，因为太晚了，人不知是谁来啊。这一看，门里站着的正是吕伯奢，60来岁，很和善的这么一个老大爷啊，胡子啊，眉毛都见了点白呢。这一眼瞧瞧，开始没瞧明白为什么外边黑呀，那年头没有路灯啊。这虚乎眼一看，孟德过来了啊，伯父。谁呀？孟德进来。孟德进来。怎么呢？太知道了，你惹祸了呀。啊，进来。赶紧就进来了。刚才这马在门口树上拴着，也不用管。俩人进来，这把门关好了。老头带着他们，由打这儿往里间屋去。这家还算挺有钱，啊，小院子前后的挺格局。带到后边这间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来到屋里边，把门一关。吕大爷这脸上这表情就看得出来，很紧张。孟德，普天之下画影图形，捉拿于你呀、啊！那意思，你惹祸了。孟德点点头，是是是是，哎，侄儿一时疏忽，啊、哦，是是，你先坐，先坐，坐坐坐坐，坐下了啊。此位是，得问问这是谁呀、啊？此位是，我跟您说，中牟县的县太。陈公，陈大人，是他将侄儿我放了。哦，老头站起来，一躬到地，多谢使君。使君，啊，使劲的使，君子的君。哎呦，多谢使君，不是使君仁德，他曹氏灭门矣。得亏您把他放了，要不然的话全家抄斩，祸灭九族。老头是真疼人呢、啊所以从自己的角度，我跟他爸爸我们是把兄弟，这是一躬到地。陈公赶紧相搀，岂敢岂敢，哎呀，老丈老丈，哎好，快坐快坐快坐。这儿坐下了，曹操就把自己这段时间的经历一五一十的跟人说了，怎么来怎么去，现如今我们俩人跑出来连着好几天了，路过您这儿。哦哦，好好好好好，太好了，到这儿来就对了，你在外面不放心呢啊。使君跟陈公说啊，但放宽心啊，您就跟这儿踏踏实实的住着，有老朽在此，料也无方，人很好，你放心吧，住我这儿住着吧啊。那个，我去给你们先安顿饭去啊。这个，这是山野小地方，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啊。咱们就简简单单的吧。那个你也不能要求人家呀啊。老头站起来，往外就走。这儿沏上茶，曹操跟陈宫
俩人喝着茶聊天，就说下一步的打算。曹操的想法就是之后我要回陈留郡，他们家在陈留郡，回陈留郡招兵买马聚草屯粮，招选天下的英豪，我们共图大事，灭了董卓啊！而且我的想法，我是要匡扶社稷。曹操很聪明啊，为什么这么说？要占据道德的高点，我要匡扶社稷，这就不一样了。你看后边逮住吕布了，问吕布你为什么造反，吕布说的汉室天下是人人天下，这就糊涂，他把自个儿就立在道德的对面。要不说为什么他死了呢？那是应该的，曹操一代奸雄啊，他想得周到啊。俩人这儿聊着天儿，聊着聊着曹操把手里的茶杯放下了，有人说怎么了？聊了多半天呢，现在说呀，大概也就是40来分钟，40来分钟，俩人聊一会儿，累不累啊？您辛苦了，如何如何？过些日咱怎样啊？这些话说完之后了，他想得多，时间不短了呀。这吕大爷干嘛去了？马上想。就一件事，就是他是不是上官府举报去了。有人说他这么想就说明他是个大奸之人，这也不对。设身处地此时此刻这么想也没有什么不对的，你终归你是国家逃亡的要犯呢，你是要谨慎呢。所以说他就愣了一下，愣了一下之后支楞着耳朵听，因为他这是个前后的小院，恍惚间就好像听见有人说话，并且有动静，有人走动，有这么几个人，听不清楚。曹操站起来了，把这门打开了，支楞着耳朵往外听，声音在那个院子，点点头示意陈宫你别动，我去听一听啊。打这儿出来撩着自己的衣服，脚底下可以说就是蹑足潜踪，轻轻的，这也不能像跟穿拖鞋似的踢了嘟噜踢了嘟噜啊。这儿出去听了一会儿再回来，脸都白了，公台，大事不好！孟德兄，怎么了？我听见那院有人说话，讲说什么？他们说的是父而杀之，父绑上叫父啊，父而杀之，父而杀之。陈宫还琢磨呢，曹操都没等他，你怎么还犹豫？说的就是你我呀。怎么呢？他觉得父而杀之就是拿绳子给咱俩捆好了再杀。这么一解释，设身处地在这个状态下，陈宫也有点慌，俩人命运是相同的嘛。哎呦，孟德，你说这怎么办？哎，还怎么办呢？这个时间可是不等人，按燕翅退崩黄，一推蛤蟆口，苍啷啷啷，宝剑出鞘。他这宝剑呢这会儿没背着，来的时候不是背着吗？来的时候那宝剑背着，你要这么拔还不好拔。古人的剑基本上是在3尺3左右，有长一点的呢是4尺多，
但是您得想，在后背就这么拔不容易，所以拔的时候那会儿讲就是这边攥着剑鞘，这边他才能拔。他到屋里来，老头说歇会儿吧，这就都摘下来的，搁在这儿，这会儿拿出再拔很方便。苍啷啷，宝剑在手，推出门去，要直奔那个院儿。一进这个院儿，迎面就碰你大高个儿。原文上没说叫什么，我们有老先生给起名儿，说是姓吕啊，叫吕长。叫吕长，他也没长命啊。啊，这迎面过来，曹孟德到这会儿眼珠子都红了，剑拿，啪，收起剑落，就砍在脖子这儿了，咣当当，死尸倒地。这一有动静，人屋里还有人呢，又出来人了。曹操杀红了眼了，气得咔嚓砍瓜削菜。原文上说八口人命，为什么呢？人家里还有家属呢，还有孩子呢，连老的在少的，有男有女，一会儿功夫这儿死了八口，八口人死完了，陈宫拎着剑这才过来。他终归是个文人呐，他不是曹操啊。这就是为什么后来陈公台没活多长远，曹操能有这么大的身份。他人的性格是决定一切的。陈公到这就傻了，心说大不了有人挡着咱跑啊，你不能给人一家八口全杀了。人站着就愣了，曹操回头看了看，哎，那意思你呀干不了什么大事，想看看后屋还有人没有，攥着宝剑往后边走，陈宫也跟着他，俩人往里边一走，你也呆呆的发愣，怎么呢？这儿架着一块磨刀石，旁边放着一口刀，这口刀上边带尖儿，这头里是弯的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是杀猪的刀。你看，你要杀羊啊、杀牛啊，把这脖子拉断了，把血放了，也就没事了。唯独杀猪，就这个黑牲口，它最后一定是刀上这尖儿，它得进去点着心脏，它才能死得痛快。就一有这套东西，说明就是杀猪的。再往旁边看，在那地上捆着一只猪。曹操呢，多少有点尴尬，杀错了啊，嘿，也就落一黑啊。陈宫傻了呀，八口人命，愣在这儿了，这个话到嘴边说不出来了。曹操这一拉他，公台兄，是非之地不可久留，咱们赶快走。你只能走，我能说什么呀？俩人打这儿出来，把东西拿好了，背上宝剑，骑上马，往外就走。整个《三国演义》里边有一个最不合理的地方，就在这儿，那个猪为什么不叫？猪一捆上就叫啊，你上网搜视频去，对不对啊？这猪它不叫，这是三国最大的 bug。 哎，我是没有时间的，有时间给它改写一下，我得说这猪已经吓死过去了。这是当年写三国的这位老先生没设计好，这是不合理的地方啊。他要是一叫呢，这事儿也就过去了。但是天下事原本如此，故事就是这么设计的啊。出来吧，骑着马比来的时候还快，杀人了呀啊。陈宫连话都说不出来了，
心里边就一直叨叨着，我跟他出来我是不是错了呀？啊，但这会儿你说怎么办，解释都没法解释了。骑的马上，这个人是木讷的，大概往前跑了有这么十多里地，就听对面有小驴儿的声音，驴脖子底下挂着铃铛，嗯，哗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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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迎面来人了，驴身上坐着吕伯奢。吕伯奢给他们打酒去了，家里安排人杀猪款待，回来了，啊，就走一对脸，这面对面你就不能不停住了吧，都停住了啊。老头纳闷，贤侄，师君，这是要到哪里去呀？留你们二位跟这儿住，你们怎么走啊？人得问问呢。曹操看了看，被罪之人岂敢久留？有罪呀、啊！朝廷追杀我，哪能在这儿待的时间太长？哎呀，贤侄，这是从何时起？我已经安排家里人让他们杀猪啊啊，准备酒菜，我出来给你们打酒来了。村子小，咱们这儿没有卖酒的，我再跑出来，等急了是吧？啊，咱们回去，那好，回去好好的，你们得吃点喝点，得休息休息。哎呀，伯父，时间紧急，来不及了，别介呀，啊，咱们回吧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哪差这一宿啊？明天天亮再走也是好的呀。就这个过程当中，陈宫一句话都没说，就坐在这儿，就这个内疚啊。杀人没有我，但是我在跟前儿，我是亲眼看见的，而且我没能拦住他，就这么善良这么好的一个老头，现如今这药一回家一瞧，家里边血流成河，大口人都死了，这叫什么事？哎呀，自个儿坐在马上低着头说不出话来啊。曹操哪有功夫跟他聊闲天啊，啊，伯父大恩，侄儿铭记在心，改日定当报答。天色不早了啊，我们赶路要紧啊，咱们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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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哎，请说着话就拨转马头要往前走，老头就愣了。这，哎呀，心说这都哪一哪儿啊？但到这会儿一瞧，俩人骑着马要走了，老头还挺舍不得。嗨，那人要走也没法拦着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走吧啊！骑着驴往家的方向走。曹孟德坐在马上，就看着老头。老头背冲自己骑着驴往前走，曹操就把手中的这口剑抻出来了，宝剑在手，拨转马头。那是驴，他骑的是马，马比驴可快，几步就到了跟前了。伯父，喊了声伯父，吕伯奢一回头，满脸堆欢，高兴，怎么呢？这是要跟我回家呀？这人一回头，剑下来了，咔，给吕伯奢斜肩带背，就这一剑，咣当当，死尸倒地。陈宫坐在这儿，眼泪都下来了。怎么呢？亲眼看见你干出这么不仁不义的事情来，孟德。喊了声孟德，话说不出来了。曹孟德一抬脚，在这靴子上把宝剑上的血蹭了一蹭，苍啷啷，宝剑还侠。回过头来看了看陈宫，公太兄，
孟德，你为何出庄来诱杀老丈呢？哎，斩草必须除根。他回得家去，瞧见遍地血海，岂能轻饶你我呀？孟德，你如此行事，你大不义呀！就你这么做事，你不义呀，你啊，不应该呀！曹孟德仰天长啸，曹操活了66岁，这一辈子就说了今天这一句实话：宁叫我负天下人，不叫天下人负我。